昨天是我18岁生日，我妈一定不会忘记，她一定一直在等我。你放火烧你家，怎么可以这样对你爸妈？你长大了哈、哦，翅膀硬了，警察都已经找到家里面来了，迟早会找到你的。开车。想要来请问一下，就是有关于你太太昨天因为绑架的事情。被歹徒绑架，我总觉得这个女的好像在隐瞒些什么。这个就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。不是叫你不要一直跟着我吗？这位是你的儿子杜飞。